情，今仔日才有一间厝来做寿，心爱的。头前唱出人生历练，国宝歌王84岁的谢雷为新专辑拍 MV， 新歌抢先曝光。要大家多走多看，谢雷唱着唱着突然很有感触，走走看看，那首的歌词非常特别，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。出道60年，发行超过100张专辑，谢雷宝刀未老再推新作品，名称还以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为灵感，就叫做《九国英雄再现》，其中一首歌曲还玩复刻版。我第一张《九国英雄》到现在已经有35年了，就把九国英雄然后再变成九国英雄再现，就重新再来一次。那歌词里面也有九国英雄的几个重要的歌词，比如干杯干杯那种都有。其实谢雷每出新歌不忘提携后辈，这次九国英雄2.0版找来歌手谢小鱼、谢小熊以及国宴主厨阿满师合唱，希望能碰出新火花。而长期被痛风困扰的他，现在也更注重养生，希望可以持续以歌曲带给歌迷不一样的感受。金星闻徐一帆、黄伟涛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金星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尽好新闻。